那我们住哪？可以住啊。有住的地方吗？可以睡我床上。面对疾风吧，别睡你的床上。这是小海的父亲啊。哦，在这里面啊。哇，姐姐，土豆萝卜。嗯，这边看土豆。不少，搁吃一段时间。你看这边萝卜啊，你说什么意思啊？听不懂。你快吃不吃吧？走了吧？啊？走了吧？他走了。他是谁？嗯，那个大哥哥，叔叔。我发现你很可爱，尤其两个耳朵长得特别可爱。跟小兔子一样啊，笑得也可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有福。啊？有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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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福一生。啊，永福一生。啊，不是，有福。福。福。啊，叫小福。对呀。阿姨你好。这个小海的母亲啊。这个外甥在睡觉，你看，睡觉，看到外甥高兴了。玉米面，愿意吃就说。土鸡啊，这只鸡很肥，很正宗的土鸡，它里面很光的。小海多勤快，我在做饭。这个梨田呢，比较很有特色啊，非常有特色的。不过这上面爬来爬去的，确实挺累的，上来都气喘喘的。不能空着手买啊！行吧，吃上盘一点。这是某个阿姨送的，刚好人家小围。这个围巾应该男女都可以了。天气太冷了，这个围巾不冷。嗯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。哎，你车上好像有围巾吗？拿给我。
谢谢。这个叫丈人看到女婿啊，越看越顺眼。小媳妇儿，这一吃这玩意就想起小的时候，宝哥肯定没吃过啊，我等下剥好给你吃啊。你小的时候没吃过吧？没有，我剥给你啊，烫手。我小的时候吃的太多了，你都不知道。这么好的东西留给你吧，盖一句吧。你是大姐？不是的，她是爱国的阿姨。那你是？她阿姨的阿姨，那我得喊什么？她阿姨，她老妹。喊得乱啊，看起来都挺年轻。啊，我不喝，我替他喝，他替我喝，干，谢谢，好，好渴了，我跟这么吃，你吃吧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好、啊，嗯，不吃等下多吃个鸡腿啊，我们鸡腿留给你吃啊，专门给搞的啊。站着吃，倍感荣幸啊！我这个感受到了吗？嗯，热情。小时候的味道。用这个做，干净的，干净。不用，你做吧，你做。不用了。啊，谢谢啊，哇！垫这个做。专门搞个垫子。果然有如同沙，比坐沙发还舒服。啊，真不吃，这个吃饱。你这个不吃啊？怎么不吃呢？不讲理。啥？给你吃又怎么不吃呢？先费，你们给我吃点。你这什么时间吃的？快熟了吗？熟了。对。啊。哎，来，哎，再来一个。等一下，好吃。没事，我就吃两碗就吃饱了。加个土豆了，土豆越吃越香。蘸点辣椒，味道更好。好吃。好吃。小时候的味道。他喜欢吃肉。怎么了？你吃了什么好吃的？我今天吃鸡蛋。你拿这点烧肉呀，宝哥，你费剩了这么多，可以啊。你家也有兔子？爸爸家有兔子。这不黑猫吗？小海说，不过我们这个点外面太黑了。对啊，然后我在想，路又不好走。我们睡哪？我们睡这上面吧，搞个相扶给我们跳上去。啊？那要这样吗？不是，那我们住哪？可以住啊。有住的地方吗？可以睡我床上啊。可以睡你的床上？那你睡哪里？睡别的地方。对，确实不好走。谢谢、那个马上我们走完。感谢你的热情款待。我感觉今天非常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认识小海的时候，我拍的话他也没有这么排斥。今天我只要拍到他就把脸。口罩戴好，是怎么搞的？没有，不喜欢拍脸吗？不是不喜欢吗？我感觉这两天你很憔悴嘛。你这两天都去哪了？这两天去医院。去医院？咋了？这两天都在医院？我二姐姐的女孩，手受伤嘛。我二姐姐的小女孩。手受伤了哈？对。受伤的严重吗？严重。怪不得我说那次。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说
你不是说邀请我到你们家吗？来，我辞职等你一等。那时候，本来是手是前面已经受伤的了，然后去市里面看过医生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要几天再去看吧。然后到美国看的时候，手已经不行了。然后，很严重吗？小海和我第一次见到不一样，为什么？第一次见到是闪闪发光，今天见到就是感觉，就是。这几天都没有睡对，感觉就是无精打采的，所以估计脸色也不太好，他就没好意思。这边没有豆腐是吧？啊，豆腐料。走。别吃，准备把家炖了。这么多？你之前放盐了吗？放了，放了一勺。我去。差不多，这样吃也不会太咸。你们这边吃东西淡。没有，我们吃麻辣。没有，特别的。小海，你刚刚说的那个是真实的吗？哎，去妈妈没你打掉。就你说你姐那个。姐。你姐叫小海。对啊，不真实，我怎么能说呀？来，我们一起是这样吃的。干嘛？放地下吃？哦，给我一个人吃啊！哟，宝哥，什么？嗯，谁？这边吃饭很有特色啊！我跟你吃，你吃啊，你吃、啊。我吃土豆吃饱了，我吃吃。吃啊！你来，你搞什么？你吃啊！我吃个鸡腿啊！不行，吃点饭。宝哥，我这样吃不对劲，有没啊？对，搞个搞凳子，我等你啊，等我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样高一点。哇，一大家子！开饭喽！我吃饭。记录我们吃饭的样子很帅气。尝尝小海的手艺啊！下次我让他尝尝我的手艺。嗯，味道不错，原汁原味，差不多啊，非常健康的吃法。不怎么下饭，鸡不吃吗？减肥的？不是，肉太多了，我不喜欢吃肉太多了。你吃的肉少吗？不行，今天这个大鸡腿必须给小海吃啊！来，星星，来，吃个大鸡腿。我吃那个煮太大了，是不是老鸡？啊，我也搞个大鸡腿呀。他哪懂？鸡汤老。我吃鸡挑，不吃皮，我去。我就喜欢吃皮。啊，那刚好不来不来。我不喜欢吃这个里面的。你很懂吃耶，吃皮是美容的。吃过没有啊？没吃过，从来不吃。那你试一下。长这么大没吃过，试一下好不好吃的？不是，哇，肉硬，紧绷紧绷。他们说美容的，这按道理还要炖一下。真美容啊，小哥。行。真的，真的。啊。这汤也可以喝的。是可以喝。是。大鸡腿啊！看那鸡腿多大。喂，这好像是到伊布来第一次吃鸡啊，是第一次啊，第一次鸡。哎，就你们的正常几点休息啊？我们现在几点了？这个时候应该在睡觉了吧？哇，那我们打扰你们了。没有关系的，就平时嘛，
就是在一起喝酒啊，那时候大天亮都有。哦，天亮都有。哇，那可以啊。那不是跟咱那里是一样的吗？夜宵搞起来。不用说了，拜拜。嗯、拜拜，太热情。拜拜。拜。谢谢啊，拜拜，真不用送了，不用。谢谢，拜拜，小胡，大家好好读书，谢谢。